还是我看错了。谢谢吃你要吃，谢谢小熊小熊菲菲。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，我的飞球。封面不就是这样在笑吗？我看错了。知道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，我的飞球。You are the best special one for me. You are the best special one for me. You are the best special.